我们乃至在一个地位上，或者给他完全的彰显，或者限制他的彰显。今天主在寻找一些肢体，对他会有完全的回应，并且在他们身上，他的意愿所受的限制会被除去。主在寻找，你们主在寻找。有姊妹，你在哪里？好嘞。我是觉得有些弟兄姊妹，你在你那个家里住太久了，你只要考虑搬家，换换地方，会叫你这个重新啊年轻起来。有些房子你住太久了，你要考虑，主啊，你要问主，主啊，我还要在这里吗？因为我在这边，到对教会是一个正面的呢，还是个拦阻呢？还是我应该答应你的呼召，跟随你的号令往前呢？对，好，最后我们一起读，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罪。
在下台所献上的祷告支配全宇宙。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幅图画，下台就是整个圣所和至圣所的中心。Amen。好了，那基督呢，再接着下台祷告，就往在那里支配整个全宇宙。我们从启示录第八章那里就看见那个另一个天使，他就是来拿着香，就在那金香坛那里，在那里祷告。接着呢，就有所谓七号七晚七印就发生了，也就是啊，在那里香坛的祷告就带进了整个神在宇宙中的行动。里面好，第二重点我们小点我们品读启示录第八章，描绘香坛代表神行政的宝座，让世代他的行政里施行审判。好，第三重点，基督复活并升天以后，反正要到金香坛，为什么我不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到金香坛，我去给他